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服骑射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万代推出的 30MS 脱开 Tail 东海帝王赛马娘第二季的主角啊。那么这部动画其实我有看，然后很喜欢，手游也玩了一点点啊，因为太困难了，只玩了一些些。那总的来说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非常的红啊。包括我常常跑一些 cosplay 的会场，赛马娘也是上面比较热门的题材。那么这款东海帝王的话呢，先前呢已经万代有推出一款组装系列，那款组装系列的话呢也做得不错，但这一款的话是 30MS，它是有跟算是有加入一些机娘的元素了啊。那我们这个玩具的话呢，我已经把它给组合完成了。它的大小的话呢，大概就是一个变形金刚 Deluxe 等级的一个大小。那这两款的话呢有什么不一样？稍微闲聊一下，这一款的话只是按照它原本动画片里头或者是。啊，应该是说原本官方的设计的一个官方的决胜服，那它决胜服也是蓝白配色，那么后面呢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披风，东海帝王标志的马尾巴，在这款机娘化的 30MS 的这个里头也是完全保留下来的，但是可以看到它的袖子变成了短袖，而最大的不同呢是它的后方多了这一块的这个部件，这个应该很明显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是。已经是有一些就是机娘的元素加在里头了，那原本的马尾巴的话呢，也变得更加的巨大，更加的把它夸张化一点，甚至在人形的比例上吧，啊，可能吧，我觉得，这一款的 34MS 的版本的话呢，都有在稍微的修饰的更加的英挺一点啊。如果你讲究还原度的话呢，那么先前的这款 FRS 的话呢，做的已经相当的不错了。最大的素体的话呢。在组合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的。那这最大的不同，我觉得是屁股吧，这个你们不爱看，但是也请你们稍微委屈一下，看一下了啊。它的这个腿往前的话，动起来是这个样子动的啊，整个后面这里会裂开，动的幅度不算小。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30MS 的话呢，它就比较接近于是真人的一个臀部，它是可以稍微的腿的话呢，可以往下，可以往下拉下来一点点，再往前踢，可以踢得更大一点。如果你要单纯想要拍一些有点类似于走光的照片的话呢，这款 30MS 是完胜啊，你完全可以拍到它一个臀部的曲线啊。这个呢，我知道你们也不喜欢做，就是我下流，我喜欢演给你们看，这样子可以吧？那它的身上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也是赢过之前的 FRS 一点很大的不同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以肤色来说啊，如果我像以我们自己在拍照的时候呢，这一款的这种肤色就是所谓的一个蜡黄色，是比较难处理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显得比较自然过渡一些。那这个肤色的部分呢，也是我觉得这一次 30MS 比较胜出的一个地方。那面雕的话，我倒觉得两者各有所长吧。但是考虑到肤色的话呢，我还是会比较推荐这一次的 30MS。它的配件之一是脸部的替换，这个非常的简单啊，头上的刘海拔下来之后，直接把脸装一个柴气就可以了啊，非常的简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身体其他一些可动的话，从头开始讲啊，这个马尾巴的话呢，上方有一个关节，左右的动都没有问题的啊。后面这里卷起来，这里就没有再多做可动了。手臂的平举呢，两手有点不太一样啊，这一侧的话，由于多了一个装备的关系，那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额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，手肘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由于可以替换，当然也是可以转动的啦。那么腰身的话呢，是以这个地方做一个转轴，那转的时候呢，就是稍微去留意一下后面还有一个小翅膀啊，小翅膀本身啊，不对，小披风也是可以左右动的。后面的这一个机娘化的这个部件也是可以上下左右动，尾巴本身自己也可以动的。那么它的裙子要特别提醒一下啊。裙子是一个软胶部件啊，那它的裙子的话呢，如果你往上折的话，太用力折死的话呢，它会有折痕出现，甚至有可能跟上面的黄色部件呢去摩擦到，造成一个掉漆的状况，到时候你就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啊。那么膝盖的话呢，可以弯超过于90度，那么呢，它的一个配件呢，这一次啊，它一个很大的卖点，这里多了一个一个关节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主要是让我们呢能够让赛马娘做出一个奔跑的动作，毕竟这个是她在不管是游戏啊或者是动画里头呢都非常重要的一个 pose 啊。头的话呢是可以往上面抬比较多的，那你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于是她像从上面空拍机往下拍，然后他们有一个
类似于是偶像啊对空中就是挥手的一个感觉啊，或者是这样啊飞扑过来啊，当然是飞扑向我，不是飞扑向你们啊。那这个总的来说的话呢，各方面来讲，除了裙子比较危险之外，这个模型组合起来的一个第一它的一个坚固的程度来说吧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把玩起来的话呢，也没有说很脆弱的样子，各方面来说，我都觉得以我一个外行人来说，我都会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款组合的模型。但是就是说，颜色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好像跟外盒上面比起来，好像人家的比较鲜艳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